你不要一口一个夫人的，我根本不是你夫人，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，都下去吧。是是。 不想看见你，你来干什么？先把饭吃了，身体要紧。莲香安排好了吗？待仵作宴完诗之后，我让人安排他的后事。现在可以吃饭了吧？我带了你最爱吃的烧鸡、烧饼，还有猪蹄。 还有你平时睡惯了的枕头铺盖，我一并带来了。我要在这儿常住吗？此事牵涉复杂，夫人。你不要一口一个夫人的，我根本不是你夫人。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宁大人，赶紧去查杀害莲香的真凶吧。好。 那你先吃点东西。我不想吃，你在这儿我什么都吃不下。你出去。我。走啊。 那如果有什么想吃的，你就告诉狱卒，我替你准备。宁轩。 现在莲香的死还没有查清楚，但总归，她的死是因我而起，所以我请你们务必要查清真凶，还她一个公道，给她一个交代。我保证。 有消息了吗？我们暗访了水燕局周边所有的商户，他们说当晚并没有遇见任何可疑之人。你们只查了商铺吗？对方既然是有备而来，又怎么可能大摇大摆的进去？继续给我查，把当天晚上所有经过水燕局的人都给我查一遍。是是。等等，别光查水燕局。 聂姑娘的玉佩是怎么丢的？这一点你们想过没有？下酒坊的事情，蛟龙帮里可能会有一些脉络，你们去查一下。切记，一定要小心。嗯，快去。